要用一点辣椒吗？要用一点酱油吗？嗯，哦，有很香哦，那可是火腿耶。这个是辣椒吗？这个是，耶，这个是给依依戴项链。嗯，这个项链给依依戴好了。好。那我们给它打开，打开。嗯。项链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戴起来给妈妈看。好。说吴心怡是小姐。等一下哦，你的手在这里。嗯。你是吴心怡小姐，我，我在这里。你很漂亮，怎么跟妈妈一样？可是很难用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很难用。哇哇，你是小姐呀、啊！好便宜呀、啊！哇，怎么你要拿起来的？因为我不用戴啊。